今天给你们看两台纯纯的卷王显示器。如果你在纠结6.18期间该怎么买显示器，或许这两卷王会勾起你的上车欲望。首先，第一，梅杰 S2450QPC 目前在某东都只需900多拿下，说不定6.18还有券可以叠啥的。采用了24英寸 Fast IPS 面板，2K165赫兹1毫秒，支持 HDR 技术，其供应商来自京东方。京东方作为国内的面板供应商巨头之一，品控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。相比于其他低价 2K165 的 IPS， 梅杰这台的面板亮度均匀性很不错，对于画质党来说，它的观感表现算是可圈可点。其次，24寸的屏幕如果用上了 2K， 其细腻度真的很不错。相信评论区有用笔记本 2.5K 屏的粉丝肯定深同感受。色域方面，实测 98.4 sRGB 色域覆盖，平均 Delta 1.84， 对于这个价位的游戏显示器已经足够用了。第二款胜色 N50 Pro 二代，属于是 1080P 显示器的究极卷王，700不到的价格，有着24寸的165赫兹 IPS， 搭载了格拉斯模组专利技术，解决了漏光问题，显示效果更为通透。面板经过了出厂色彩校准，色彩细腻度以及亮度均匀度和梅杰那款一样优秀。上面两款显示器非常适合预算紧张的台式机或者游戏本外接使用，有需求的粉丝可以参考参考。